50多年嚟，高国作每朝天未光就起身落田做嘢。真的差不多了，冬天了，冬天中国刚开始降了。做妥屋企块田嘅农务，再踩10分钟单车，高国作嚟到另一块农地，又开始一日嘅工作。50年代内地解放，高国作移居嚟香港之后，大部分嘅时间佢都喺田里面过。都冇嘢做，唔识吃嘛，都冇事咪就耕田咯。嗰啲挨惯啦嘛，太碌挨惯啦，落去香港啊，耕田冇辛苦噶。后嚟高国作将储咗10多年嘅积蓄用嚟买咗呢块田地。种菜好少，开心噶。一条蛇嘛，冇咩搏杀啊！种菜好顺，好开心噶，捞到个菜咪靓咧，好欢喜噶。阿姨种啊，就是种菜噶，你啊种菜噶。睇翻以前嘅家许状同相，高国作话70、80年代耕田可以搵到唔少钱。嗰阵时菜差唔多。